而家就讲第正题，今日嘅主要系嗱，好明显咧，贼婆咧，哇，佢真系有啲晕，好似次次危机到咧，就有啲嘢俾佢表现。咁今次唔系俾佢表现咁嘅，表现乜都冇用啦，尾声啦嘛，佢好彩咧，佢冇自己走出嚟，我唔捞啦，我唔捞啦咁，原来仲有个机会翻盘。如果佢一上个礼拜走落嚟哦，27号嗰日，我决定唔做啦，多谢中央啊，乜乜乜物啦，应承咗我，暗示咧，我去英国咯，带埋阿林仔退休去英国咯，唔使留喺大湾区咯，应承咗我，所以又开心走人咯吓。佢梗系冇应承过任何嘢啦，你睇到嘅上去，所以佢屌你咁啊叫我走啊，咁就叫我走啊，暗示叫我走咁我走啊，你冇卵领，咁咧贼婆要撑到最尾个人。嗰、那个最少我管到6月30号啊，你唔好理我啊，系咪先？我又冇欠你，又冇剩咁。佢系我系做紧嘢，系咪？我系佢，我都努力做埋佢，正正经经做埋。咁啊，权在手，你留翻一个球名俾人都好啊。咁咧，前任都系嘛，做得唔错啊。前任个个都系做到最尾嗰日，都仲系唔会有人你觉得佢系跛脚鸭啊？系咪？由得讲跛脚鸭呢个字开始咧，个港督好，特首好。我拎住权就拎到最后嗰日，正经做嘢就冇事嘅。当然啦，临尾贪啊，另计啦。我谂啊，贼婆又唔系嗰类，但系佢咧高傲啊，即系啲公鸡嘅性格，唔系佢鸡乸嚟。咁咧即系要公鸡啊，啊咕咕咕咁，我一定要企到直一直，继续做我嘅特首。咁而家咦有个机会喎，表现啊，嗱佢依家表现紧嘅。咁咧就掉晒呢几啊18个人系嘛？咁啊，啱啱陈肇始讲啊，头先我讲啊，红门生日会咧就180人，里边有80个掉咗去竹篙湾啊，咁样。其实又唔一定需要嘅，不过应该做突啦，系咪先？所以掉晒去竹篙湾，等佢哋叹下饭盒啊啲咁样。咁啊，而家亦都话明系佢哋用自己价啦，冇得倾啊，唔该。诶，麦斯用自己价拉你唞下啦。啊，咁多架，咁啊真系喎，冇理由啊！3个礼拜闲闲地个个储咗，储100几日噶，通常30日、21日啫，21日用佢啦。咁啊冇用到公帑，咁咧就而家就委托阿陈国基，就查10个证。点解陈国基啊？陈国基系特首办主任啊嘛，你唔知系边个嚟嘅？但系呢个咧就即系负责同中联办沟通嘅人嚟，历来都系噶啦。历来都系啦，所以咧，即系都等于同中央沟通啦。咁啊，10名政治委任官员都怕香噶啦，因为佢琴晚职位唔高啊，做到6月尾定系即刻走，咁啊唔会即刻走嘅，我觉得。因为其实呢成件事你系好严重咩？又唔系，严格嚟讲系唔系。不过防疫在风口之上，你唔可以做到咁啫。聂德权就查2个首长咁样，咁啊陈国基查埋白韵禄啦，咁白韵禄应该都。做埋呢几个月走噶啦，唉，咁啊呢个反而唔系问题，但边个接佢咧？系咪系咪邓宇海咧？呢、这个冚家铲又系咁啊，又系咁个货色接佢，你点搞啊？点搞啊？廉政专员反而唔系重要，你叫我做都得，系咪？我临危受命冇所谓，因为佢其实廉署运作最紧要就系个行动处啊嘛，咁嗰啲全部系长年长月征战咗10、20年嘅人啊嘛，唉，咁啊专员啊负责个政治责任嗰种，冇政治责任。其实佢就可能嗰条条例未读熟噶嘛，查实我熟过佢，一叫查实我翻去做都得噶，系咪？类似啦，廉政专员好易揾噶咋，揾个有公众觉得有信心嘅人就得噶啦，系。所以咧，白韵禄系唔系？但系亦都唔可以再俾嗰啲海关关长啊、入境处处长啊走去做廉政专员，我拎死捻梗，死捻梗啊！因为佢已经将个风气带咗去啦，系，已经将个风气带咗去啦。其实廉署已经弯弯地噶啦，系。不过幸好个传统够，系有得救。咁咧就而家咧啊，你提呢个大屿山呢、这个可持续发展处土木工程拓展处大屿山 party 事件啦，游河 party 事件，真系有得挥嘅，其实一个严重性有得挥嘅。屌你系乜啫？你呢个处长咁，你成个部门就要屌你乜捻都唔理，走去拆噶，冇人有呢个警觉，佢自己冇，已经晕捻账啦。梗系上下一条心就惯咗啦，呢个擦鞋文化冇人敢唔去啊，冇人敢唔屌咪游船舱5嚿水咪5嚿水咯，1000蚊都要俾噶啦，系嘛？
咁解啫嘛，因為你嗰份工，有時有時簽假，有時簽 OT， 都係老細話事，呢啲咪係咯，個文化唔好咯，所以呢條友一定係有問題，呢個科學性嚇。雖然係呢啲小事管到咁，係嘛？插婆你應該手起刀落噶啦，呢個嚇，即係起碼唔好俾佢升啦，即刻，屌你得撚了嘅。仲有啊，點解佢可持續大嶼山辦事處？屌你！呢个乜嘢部门嚟噶？咩办事？佢竟然喺嗰个位置升级，唉，有咩功绩啊？系咪？可能有个插婆只马嚟咁，但系呢啲挥泪啦，冇啦，挥泪斩马谡系咪？好啦，咁啊，嗰88人里边点解掉晒去咧？因为已经有第二个啊，呢、这个就系普通话员工杨子京，系香港电台，咁啊应该封埋香港电台检测啦，系。仲未封呢个政总啊咩成喎，咁爆多两件你就会㗎啦，封政总啦，封呢个立法会啦，立法会又有若干件啦，咁都费事读啲名囉，资料就喺手嘅，要读都好容易，不过唔系费事闷亲大家啦，係咁啊，特别要屌嘅人好多啦，欧家宏啦，特别系佢仲出嚟道歉喎，嗰啲第二镬㗎啦，恒大嗰次係超级豪华聚会啊，欧家宏、邓以海入境处啊，海关，跟住邓以海个老婆咧，就系咪个老婆嚟噶？啊，升咗上去做海关关长，唉、哎，一塌糊涂啊！唉、啊，就系咁啊，欧志光保安局副局长、副局长啫，系、啊、咁样呢堆嘢全部扫走晒啦，唔会影响政府任何嘢嘅。系、啊、呢、这个问责制亦都睇到系弯晒，点解弯晒咧？啲人完全唔系谂住问责。你淨係睇而家呢個徐英偉啊，余英偉應該都係余係徐，唉徐展堂嗰個徐英偉，你睇佢嗰個樣啊，屌啦佢整個嗱，我真係希望佢中啊，即係黑色啊嘛，即係死撚柒咗咁啊，咁佢咧嗰個黑色嘅 Facebook 咧上高，佢向邊個道歉先咧？向中央道歉先，嗱呢個就已經係文化，佢第一個應該道歉係咩嘢咧？系香港市民，你害唔到中央嘅政治局，你害咗政治局啊，害唔到噶，你害第一害就系害咗，屌日，即系啲人打电话喺电台屌鸠噶啦吓，我哋乜事都冇吓、啊，行过个即系嗰啲小店啊，屌咧嗰啲客人冇安心出行，咁就停咗我哋14日啦，吓、啊，对我哋啊咁样，你班冚家铲咁样，咁你又叫佢去唞假度假咁啊算啦。咁样点搞啊？好啦，就係咁啦，呢啲就民意啦。买香港人要爆起上嚟，我諗我话你听，我睇香港历史有研究嘅，好得意嘅。好多个时候呢，佢突然间发生事呢，暴动啦咁啊，暴动唔需要等有民主派组织。以前冇民主派嘅年代，一样係有突然间出现啲好激烈嘅暴动。英国佬嘅时代，係英国佬嘅时代。一出現就出現嘅啦，因為主要就係我民情去到爆炸點咧，會突然間發現啲發生啲好激烈嘅事情。香港係發生過，啊80年代初大家唔知啦，嚇冇印象，唔喺呢代啫嘛。但係呢啲係呢啲事隨時會發生，因為而家啲人興得好緊要，係咁你呢個徐英偉啊，先向特首，跟住向特首，梗係特首直接決定你有冇撈啊嘛。唉，向佢兩個道歉咗先，然後先香港市民道歉。你淨係呢個 priority 啊，冇政治智慧嘅呢啲人。當然佢係好實際，決定佢瓜生死咧。第一就係、是、嚇、啊、夏寶龍，咁你唔能夠向夏寶龍道歉嘅，你唔向中央道歉啦，我黨中央、啊。然後就向特首道歉，特首就馬嚟噶嘛呢啲係，然後係、啊、搭通。即系天地搭通关系，叫阿叶国谦啊啲民建联啲仆街，佢系民建联啊，叫啲仆街出嚟同佢讲说话，跟住咧叶柳就冇喎，叶柳好嘢嘅吓，叶柳系正，特首决定啦呢样嘢，叫唔叫佢辞职？而家可能就攞佢嚟祭旗啦。咁呢个真系 minimum 都唔 minimum， 其他嗰啲咧，嗱同一个 category 啊，你话佢停留得耐，因为佢又唔系防疫专家，佢为反正都系啦，有事有事，冇事冇事噶啦嘛。我嚟到啦，一场嚟到啦，系咪？佢认为梗系工作嘅一部分啦，咁啊停留好耐咯。嗱，根据阿杨子京讲啦，
佢老公好似系医生嚟喎，吓朱伟星咁样影埋老公出嚟啊。咁咧普通话员工，即系香港电台未听过呢个，但系佢确诊。佢话咧，我去到现场睇一睇，系好捻多人啦，咁样嘟完就走咗啦，咁样应该可能有嘟到安心场，但系唔入去啦。咁咁个场梗系唔系好大，100人啫嘛，其实系咪先？好细嘅啫，系咪？好细嘅啫。我去信报啲酒会都300-500人啦，最少一众高官啊，咁样嗰啲前高官啊、梁爱诗啊都涌晒嚟。个场普通一个场就已经可以挤到几百人嘅。咁佢啲100人其實唔係好大件事，咁少嘅事你都撲佢，你班撲街，唉，因為亦都唔係咩大嘅人物，係咪先？呢個洪慧文，好啦，咁呢個咧，係佢話去咗一陣，跟住走啦，佢又中咗招啦，已經 confirm 啦。咁開頭就話咧，初步咧就話9:30到10:13，即係第一個中招，即係確診嗰個人咧，嗰段時間嘅。咁佢肯定就唔喺嗰段时间，佢去到都冇入到去，冇入到去。所以呢个隐形传播链咧，根据陈肇始讲咧，又存在咗啊。咁咧未来嗰几日咧，唔使谂啦，一定系都会拎棒开始出现噶啦。但系系咪好严重咧？应该都唔系，大家又唔好惊，大家唔好惊。即系呢轮咧唔好出街就算啦。即系你唔想中招，中招系点咧？中招咪中招咯。琴日都话啦，叫大家听听阿督吞。佢講啊，最好啦！人哋外國即係英國、美國10+幾萬一日，咁點解佢底嘢喺邊咧？佢咪已經預咗當咗佢係當咗佢係流感咁處理咯？咁佢都話佢都冇啊，冇啊，叫佢喺屋企，叫佢屋企過兩日，得閒就再檢測下啦。咁然後就咁，佢覺得已經過去啦。咁樣我中咗咪中咗咯。咁呢一日10幾萬好快，好快。一系中咗，一系就冇人再中啦。因为个10-8有5個中咗嘅时候，嗰条链就断嘅啦。咁然后就猛咁叫啲人打针都啱嘅，因为佢打针始终打个针啲人死亡率系低啲。但系佢死亡率低嘅意思咧，即系佢唔会突然间好多人涌去医院咁解。因为你重症就要去医院噶嘛。咁啊惊个医院负荷唔起。咁而家无论英国、法国、美国都系，所以成日叫人打针，同埋啲药厂要你快啲推埋啲货尾啊。咁佢我諗完咗呢一 round 之後呢，你想穩證都難㗎啦，因為呢啲咁其實會慢慢消失啦。咁然後就亦都唔會叫呃人打針啦。咁香港你話哦，遲早都要打啦，係咪好啲呀、啊、係咪隨你啦。咁點解唔睇定先啫？我覺得臨尾冇喇喎，即係已經係感冒化咗，咁就開始又唔會消失晒嘅。咁到時喂，如果你出咗啲新嘅改良版嘅个防御性强一啲、阔一啲、安全性高一啲嘅疫苗，咁我当系打流感疫苗，咁嗰阵时先打系嘛？所以赶住去死咧唔紧要，你中意就死啦，快啲！因为而家嗰啲咧，全部我觉得特别系唔系科兴啊，科兴系冇卵用咁解，但系佢容易引啲心脏问题嘛。伏必泰似乎问题少啲，但系可能心肌炎死上嚟更激烈嘅，系。但系佢呢只 Omicron 系特登系。適應佢而生存而變種噶嘛，所以佢嗰個作用相當有限，係。不過似乎打過嘅人咧，因為已經叫做有個，即係等於你發，即係你染過流感，你病過，曾經流感病過咁解。嗱，疫苗嘅作用就係咁嘅，即係等你病一次咁解。所以你慣咗咧，你第二次你嘅自己個抵抗力係會好啲，係。咁所以佢就死亡機會低啲。咁唯一嘅好處就咁啦，如果你打針，係咪？咁外國盡可能叫啲人打到咁上下，唔打就算㗎，因為佢都開始冇啦，開始呢變得弱啦。咁 Omicron 唔見咗之後呢，再出嘅呢梗係再弱一啲，咁就成件事人哋就完㗎啦。咁你話老共唔係喎，老共一定要清零，清你老母咩？到時就唔撚係㗎啦。唉，大家明唔明啊？到時佢都會搵阿鍾南山出嚟俾啲中藥，大家用我哋幾千年傳統嘅中藥。咁就算外國有傳入嚟爆得快，如果係輕症嘅，咁都唔緊要啦，係咪？咁個防疫都會慢慢減低啦，個措施係咪？終歸就會成為過去啦，係咪？20年後先，琴日噏錯咗，唔係我應該前日冇噏錯嘅，即係西班牙嘅流感係2年0.4個月就成為過去啦。咁你可以再將呢樣嘢當一個 reference 啊，可能呢樣嘢耐啲嘅，但係都係會最終佢會慢慢消失嘅，就係咁簡單。亦同你打針冇咁關係嘅，不過話俾你聽要打針咁樣，
咁就會好啲啦咁樣。咁但係如果你唔係需要接觸人多，你始終有個選擇，尤其是老嘢係咪先？老嘢會容易死嘛，打針。好，咁啊，我哋大家明個形勢係咁啊。今次咧係成件唔好嘅事裏面咧，反為咧帶出個好嘅咩問題就係咧兩樣嘢嘅。第一，公務員裏面的確係開始有啦，即係貪污文化開始出現。咩擦鞋文化就係貪污文化嚟，係咪？系咪？其实是一种贪污嚟嘅 ，bribery 嚟噶嘛，行贿嚟噶嘛，系咪？拆老晒系咪行贿？行贿嚟噶嘛，开始出现啦。咁啊，呢个有关方面啊，特别系习弟，习弟好憎呢样嘢嘅。咁啊，都好，幸好啊咁。如果仲系江泽民咧，咁就啊，咁啊冇咁差，可能佢做嘢对啲反对派冇咁差，系。不过咧，肯定佢又觉得呢啲小事咁。但啱啱習帝仲再揸權呢幾個月，同香港掃清呢啲污糟邋遢嘅嚇，什麼白韻綠啊，什麼嚇，蕭生啊，蕭生可能陰功啲，但係咧就其他嗰啲啦，屌你即鄧以海啊，仲有呢個方鶴成啊，哇！而家一大堆貪污名貪官名錄，呢啲要清理啊，係另一個好事咧，就係咧自己香港人起動，冇咗呢啲。負責監察挖衰嘢嘅媒體咧，個個都係媒體。呢次係咩咧？一個普通網站啫嘛，公務員 secret 啫嘛，即係好多群體啊、網站啊，大家記得有圖有真相，冇得話你 fake news。你一張相一出，瓜咗，佢哋瓜。最多即係你唔好搞啲假新聞啦，因為假新聞又係 check 到嘅，一定即係你如果係假嘅，一定係整兩整冇嘅意思。但係如果真嘅嘢咧，千祈唔好係個別喺自己嘅 social media 度爆出去。系，然后咧，其他人亦都留意有好嘅新闻咧，爆出嚟，全民记者，咁咧，我哋冇咗苹果，冇咗立场新闻，冇咗呢个众新闻，冇咗，诶，点解报唔使提咧？冇咗呢啲之后咧，我哋继续吓、啊、维持到社会一股正气，系，咁你起码仲见到我，吓、啊、我几大都唔肯走噶啦，我更加决定一定唔可以走，系，同佢死过，诶、啊，一定唔走，要坚决留喺香港，坚决做呢、这个。评论啊，因为你有消息，我先有得评论啦。我唔能够作一个消息出嚟评论噶嘛，所以我系需要有呢啲正气嘅普通市民摆啲资料上去网嗰度公开咗佢。系咁，我哋中间有站媒体仲还可以将呢啲系咁啊，对个社会好嘛，咁亦都对阿习帝好嘛。杀捻晒呢班人佢啊，彻查煲汤派街坊，多谢大家今日讲咁多算啦。